在身上穿件短版针织外套吗？它非常的舒服，然后这边是做三个扣子，然后是做微短版，就会显得比例非常的好，而且它的弹性也非常的大。哇、哦，你看，弹性非常大，而且呢，它是做这种有点螺纹的感觉，那种螺纹坑条的感觉，给你们看镜头一下，非常的舒服。然后呢，它总共有四个颜色，我现在身上穿的是粉杏色，今年超流行的颜色，对，今年超流行这种类似奶茶的粉杏色，对。然后呢，它还有一个砖红色，然后百搭的白色，还有一个最亮眼的黄色。然后我现在身上粉杏，那我自己最喜欢的就是粉杏跟白色最好搭，而且春天也非常适合这两种颜色，而且它的手袖是可以里面可以穿有袖子的哦。对，因为其实它的弹性非常的好，它其实是可以塞，因为我现在里面是有穿有袖子的，有看到吗？我里面是穿有袖子，所以里面穿短袖也可以哦。里面穿短袖是 OK， 就是不一定一定要穿那种无袖的，因为有一些比较贴手臂，它就一定得穿无袖，它才不会有痕迹。可是我现在穿有袖，可是它也不会有痕迹。就是稍微顺一下就可以，它虽然贴身，但它的弹性真的非常非常的好。那我自己就喜欢这两色，大家赶快去参考哦。非常亲肤哦，非常亲肤。